想看戏法吗？ Agreed. 这样呢，我们选的就是优势。不过，陈月塔有点难呀，他也要三级。 有机会越吗？踩在浪花上。啊！这个一闪只能预判。 预判不好就死，套了。赶紧拆网这边闪。哎呦，我还有助攻，赶紧上线吧，退兵啊！但其实这波沙拉斯是亏的，你们知道吧？沙拉斯是亏的，他被小叶杀了，小叶要反弹。预判中就好了。 这兵有问题啊！靠，光手不限吗？七八烂这波，还可以做成吗？本来早都回去了。嗯，我现在经验值不够。好了，今天经验值至少压我半级，应该压不到一级吧？半级，这波先撤了，可能会六级。 这波去上路浪费太久时间了，主要一开始少钱，所以走了回家也亏。算了，没路就算了。别怕。 稍微高一点就，稍微高一点，我就干他。踩在浪花上。
来个850，好的行，慢慢打。哎，这卡萨丁在下路，我以为他回家了，我 Q。他们要炸 ，nice 兄弟们，他们炸了，哥们，还行，没白打对面打野闪现，我这波，我上波，没白打。 看来你拿下了，各位，上个电视吧，喜欢的不参与一下啊。抢个牌子啊，大师一上打一把，大师一千一吧，说到就是赚到，各位。可以了解支持一下。出来了，出来个好看。他拉这是战吗？想看戏法吗？ 有大呀！带走！拿下了。但咱俩这个位置肯定要被抓呀。怎么说？赞恩，好走了。没问题。我们先闭眼。发给的孩子。 各位喜欢主播可以这个一个行动或者这个一个语音卡参与一下，语音卡还有设备心不动啊，大师以上打一把，大师一千一吧，基本上输不了，抽到就是赚到兄弟们，把谁？我再吃他一次。 217，这不少拖呀，我感觉217。我没大没，我觉得这把我能把石头人给抓废，你们怎么看？别怕，他这个没有闪没有大的。 一回该破防啦，兄弟啊，又没闪，三次全给他抓死。不过坏消息，卡拉丁做这个神话装的呀。坏消息，我操！我还没有呢。又整我一身镀层。 走了，走了，能破防守一层，我得低了。我这波不走不行，有点毒啊！对面上单心态应该炸了，但他这波他这把没线权，我抓他好抓。上单没线权我就好抓，好吧？ 老司机，哎，他回家了吗？卡萨丁，我们打这个，他回家了。老司机来点反馈，老司机。那边塞拉斯应该还在上吗？估计不在了。 防死也较大，应该是。交闪交闪，直接交闪啊，各位！这个技能不能省，看到没？卡琳是在一闪我的，这个时候不闪被他粘住就死了，一定要聪明一点。
有点鱼腥味。兄弟，你不 TP 吗？你这何必让他这座城啊，老师弟啊？掉 T 给掉个 T 啊？不是升度城啊！我靠，笨蛋子！这两层怎么不踢？笨啊，这人！不动了，破防破防，直接破。应该就他一个人吧，但那是带我也不怕。我和悠悠一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多少在了？但是我这个算了吧，不浪了。你看这个逼不走。小炮这不走，当我傻了是吧？我就做你这个计了，今天。浪潮逆转了。不让你走了。是。好像我死了。直接给你换了，好，臭小子，谢谢 QMI 的愚人卡，谢谢。我怎么1000块钱啊？因为反正对面15了，但是我1000块钱有点浪。没办法，我被对面的越代人给激怒了一点。众人还在等，这小超超的有人卡，就拿他叠书吧，他一点魔法都没有，这个抓了应该就死了，落后吧。他好像感觉有点坎坷呀，讲道理。但别说没毛病。还是不浪吧，兄弟们。我走了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来看看他偷了多少钱。500块。16分钟500块很多了。讲道理。我准备好了。我应该能打得过他，我刮他2，但是他这个装备比我好，2套呢。
搬没事，别死了，好。很烦，我们拆不了塔呀，这样。边塔拆不到。带个眼吧，那好喜欢搞我。 打开！我这边应该是有眼吧？靠！服了！哎，不错，我死了。怎么拿这个都没打野？